送你根大肠。是因为看我媳妇好看才送的吧？是的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原来，这过来人太多了。我刚才叫你什么是吗？对，我刚叫你媳妇儿啊。快走，快走，快走！哎，媳妇儿，等我一会儿。有个女仔令我思想变得大个，当初我幼稚行为对你犯下大错。怎么了？那么多人，然后媳妇儿怎么了？你慢慢心淡，觉得我对感情变心。啊？想叫就叫了。干嘛？这是商场。我知道这是商场啊。叫了媳妇是不负责，我哪里乱叫啊？想让我负责？我为什么？我有必要让你负责？啊，那不负责啊？那到底是负责还是负责？那不叫媳妇叫什么呀？叫姐姐？姐姐不行。那叫阿姨？嫌我大是不是？叫阿姨？你看叫姐姐你不同意，叫媳妇你也不同意。我什么时候说叫媳妇同意？啊，那叫媳妇是同意的。哎，对，大哥，找着媳妇了。怎么还沉思上了吗？不开心啊？说有一天你遇见了一个更年轻的女孩，你怎么办？那我怎么办？什么叫你能怎么办？我问你呢。那这样，我把手机给你，你把电话卡拔了，这样其他女生再也找不到我了。你跟我炫耀你新买的手机呢，是不是？啊？很贵吧？不贵，最近我发现转转的二手手机还挺划算的。我这台苹果14 Pro 比新机便宜了1900多，省下来的钱都能再买一张演唱会门票了。而且转转是一个官方验二手平台，每台手机都经过工程师的一个全面检验，比一般的二手要靠谱，比外面的二手要正规，上面的平板也挺划算的，推荐你也去转转。你跟我打卡了是不是？那我能怎么办啊？什么叫你能怎么办？你看啊，就咱们这一生中肯定会遇到很多人，对吧？要是有一天你遇到一个比我帅比我有钱然后性格还比我好的人，那我马上走啊。对啊，你一定会心动对吧？你肯定也会心动。要是你跟他在一起生活真的要比我更快乐更丰富，其实你可以跟他在一起，但是如果有那天，我希望你直接告诉我就好了，我们相互是一样的。你刚才问我，我说我马上走，你一点反应都没有，你觉得好像哦，我遇见了喜欢的，那你走吧。我想说就是我肯定也会对别人行动，但是责任感是大于行动的，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恋爱会有责任感吗？爱情跟婚姻是两码事吗？对呀、啊，爱情是两人在一起谈恋爱开开心心就可以了，这就够了。但是婚姻呢？婚姻是责任感。那因为我们俩没有结婚，那从哪儿来的责任感？当新鲜感褪去的时候，真正的爱情才开始嘛。啊，那你想跟我结婚吗？你想结婚吗？但我想告诉你，就是什么呢？我分得清什么是爱情，什么是婚姻。你想娶我？婚姻可不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我比你大这么多，你有没有考虑你爸妈、家人？我娶你啊！哇，你们能不能上去呀、啊？我这是朝前看，去哪儿定？